说看过动画片《猫和老鼠》的人们都知道，其中的猫咪汤姆和小老鼠杰瑞是一对欢喜冤家，经常上演猫鼠大战的好戏。谁知道在英国就发生了这样戏剧的真实一幕，一只猫咪将它逮到的老鼠抛来抛去，玩弄于股掌之间，猫咪的强势让人感觉小老鼠很是可怜呐。